又肆意奔跑，白天到晚上，直到我看见天空变微亮，也想要变成鸟儿在飞翔，我想让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，又肆意奔跑，白天到晚上，直到我看见天空变微亮，也想要变成鸟儿在飞翔，我想让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作为准备深度体验迪拜生活的小王，今天来到了迪拜博物馆。据说迪拜博物馆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关于本地风土人情的这个介绍，那么今天就跟着小王的镜头一起去领略一下迪拜的这个文化吧。小王现在就受邀进入了他们的这个文化中心，在一进门的地方，他们有一个像类似于客厅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大家都把鞋子脱掉之后，在这个地方并排坐，可能待会儿他们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我们有一些讲解吧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再看看。